可乐姐姐学画画。戴着面具选择了直立行走，经过了很多很多的十字路口，戴上墨镜回望过去看不清的面孔，你果然那显得异常的凶猛。到底谁是真正的洪水猛兽？到底谁是认真的影子英雄？让我们举起又被欢快的那碰那一碰，便知道谁才是明天的火种。没有错，有多少虚伪正在走向白荒唐的歌颂，有多少人的畏惧变成混乱中的虫，看不清前方的路，不知有多少埋伏，只有硬着头皮往前走。抢我的骨头，是谁的眼神的好事什么都不愿意去放过，好吧，都留下来给你填充自己的狗窝。连着哈巴狗，没有任何束缚，放肆的掠夺，为了各自利益不顾一切，力量强烈的反驳，好吧，为了下一秒的篝火，就是赤裸裸的剥削我。有错，有多少虚伪真的走向被荒唐的歌颂，有多少人的畏惧变成混乱中的虫，看不清前方的路，不知有多少埋伏，只有硬着头皮往前走。可恶的哈巴狗，挡了我的路，还抢我的骨头，嗜血的眼神的好事什么都不愿意去放过，好吧，都留下来给你填充自己的狗窝。可怜的哈巴狗，没有任何束缚，放肆的掠夺，为了各自利益不顾一切，力量强烈的反驳，好吧，为了下一秒的篝火，究竟赤裸裸的剥削我。完成，小朋友一起来画吧。好吧，都留下来给